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哈，一零哈是下面的解，那要你求这个 AB， 那我就把它带进去啊，把 x 等于 y 等于零，好 ，a 等于多少呢 ？b 解到 y 等于零嘛，好，那负二乘以负一就是正二，那这个一二，那这零嘛，等于多少呢 ？b 加三，好，那这样我。 b 就算出来 ，b 等于负一了，我把这移过来，那是负一，所以呢 ，a 就等于多少？二减一是一了，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个 ab 就等于多少呢 ？a 是等于一了，那 b 是负一，所以是一跟负一。